开始的时候就按这个，嗯，然后107。改成八。你那废话，你那挺洋嘛，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要加班？他现在可以了。然后101。不是，人家请假，他们自己都不要做嘛。请假一天假，主任可以的。如果两天假要经理的，要改成3天以上要副总批准的。这一次请假的找不到人。102，再改成1。所以说写些论文是很多的，像这些东西博士没什么的，我不跟你说。105。没什么活干的。肯定是在那里。50不用改。他要走流程，第一句话，你说电梯坏了，明明是就我们可以搞的，哎，你不能搞。改成0.4。这里真的是专业，哎，有专业的，你们电梯操作证的你不能搞的。那里打电话过后那边。108。要签字。什么坏了？为什么坏了？搞一大套。要隔1个多小时，这个流程走了，然后打了这个电话，拿出来的所以说事情就是这么耗费了时间，这么不送了。哎，他一定要走流程。50。他走流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关键。就是把电关掉，然后黑掉就好了。你这里有个螺丝，那你跟你们那出去，你先去找老李，老李签字过后，你总签字，为什么要这个螺丝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单子出来了，然后你撂在个仓库里，然后我给你写个流程吧。然后下面。